是这儿吗？没错，这不是妈的名字吗？这谁摆了花了？这，啊，妈也没别的亲戚啊，这。要不谁拜错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荒郊野外乱坟岗的，他妈人缘好。这花是谁放的？花就这，是我。 咋可能是你呢？不拆了，就是笑笑。你能快点吗？你一次把它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呀，这是规矩啊。看行不行？ 等你呢。你来吧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妈，我们都来了啊，也都拜了。你就回去了啊。 完了，妈就不喜欢磨叽，活着孝顺才叫真孝顺。